卑职参见童之大人。咩人住？你揸住啲咩？回童之大人，卑职行不辱命，已经找回先王遗诏，而家正准备前去揭见黄太孙殿下。唔使啦，个金盒你交俾我得啦。此但系黄太孙殿下有命在先，要卑职全力追查遗诏下。如今遗诏找回。 当然要亲自向皇太孙殿下复命。傲少峰，你唔系真系咁天真系嘛？你话你个失魂症搞到你傻咗啊？你以为皇太孙殿下任命你做贴身护卫，佢就对你推心置腹，从此你就非王腾达扶摇直上？乜你唔知道官场上有一个不明文嘅规矩嘅咩？凡事都要论资排辈，莫讲话喺你之上紧。就算喺我之上，都系指挥使大人。 你想升官发财，得，谂办法爬过我先讲。卑职绝对冇咁嘅意思。咁你咪仲要咁坚持亲自入东宫，将先王嘅遗诏交俾皇太孙殿下？你放心啦，若然皇太孙殿下有奖赏嘅话，一定唔会少得你呢一份。 呢度冇你嘅事啦，快休息。讲到好似好有道理咁，最后啊，唔系想自己一个人邀功。三宝办事不力，虽然遗诏已经揾翻，但最后落入敖少峰手中，三宝有父王爷所望，望王爷光罪，你都系为舅公主心切，先至俾敖少峰有机可乘嘅啫。况且如今遗诏已经回到皇太孙手中。 此乃大富大贵，百年难得一见之明。此人命公主星，乃系紫微星，左右辅以文曲天魁，实乃帝王之名。财公王事，日主强，子蒲今大有何言？王爷，你喺边度得到呢张八字噶？想唔到呢个秃驴一派无疑，本王竟然会信以为真。 正实亦说正系千户大人，朝思暮想，苦苦追寻嘅意中人。千户大人，你下次啊，唔好唔声唔声咁走入人哋身边啊，好容易出事噶。我叫咗你几声噶啦，千户大人，但系你听唔到噶咋？咦，听闻千户大人你完成咗任务，咁应该高兴至系噶。 点解仲好似闷闷不乐咁嘅？有时你好想揾翻一样嘢，即使千辛万苦，你都会去揾。但系当你揾到之后，会发觉嗰样嘢同你之前所谂嘅好有出入，你又会觉得好迷茫。小姚姑娘真系好有我心，其实好小事嘅咋，唔使用套金装药。边个话樽药系俾你噶？我系俾佢噶。 上次整伤咗你，我惊有人翻转头揾我寻仇。樽药你落去查伤口啦，听讲好有效噶。多谢小乔姑娘关心。边个得闲关心你啊？仲有啊，你啲风流帐啊，唔该唔好再烦到我。 封信边个噶？亦说姑娘约我轻烟，随后一嘴。 千户大人，你好冇良心噶！亦说唔写信俾你，
你都唔嚟探下人家，亦说要罚你饮晒呢一壶酒。我伤患仲未好得翻晒，饮咁多酒唔系几好嘅。咁啦，我饮咗呢杯，就当向你赔罪。唔醉啊，好事会成双，至低限度要饮埋呢杯至得。至多我送件礼物俾你，咁你可以放过我啦。喜唔喜欢啊？系咪同你之前嗰支一模一样咧？一模一样。你跌断嗰支啊？啊，争啲唔记得咗添，真系一模一样啊！唔讲都分唔出啦。千户大人，不如你帮奕雪插下支发簪啊。好。奕雪啊，你个发髻好似……呢个发髻系奕雪刻意为千户大人而梳嘅，你系唔喜欢啊？喜欢，不过都系之前嗰好睇啲。啊，系咩？嗯。咁奕雪下次梳翻之前个发髻啦，至紧要千户大人你喜欢。做咩啊？仲谂住敖少峰啊？我冇啊。咁你手上攞住嘅系咩啊？我同你讲过好多次，你同敖少峰一齐系唔会有好结果嘅。你尽快忘记佢啦。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节目片段，就快啲揿埋下面个钟仔 subscribe 啦！